这里有流川阿公的消息耶，太平轮少数幸存者之一。我记得在那次寻宝之前，爷爷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。怎么听起来，你爷爷的失踪和寻宝有关啊？后方上的数字我们都抄下来了，经过我们一番研究之后，确定它就是日期的意思。根据这些日期，我们找到一些社会新闻事件，这些日期都跟失踪有关呢。我要赶快去陪我爸看穿梭阴阳界了。今天的演讲吼，有一个红衣小女孩，阿公那个人来香农出现在人的卡车片后边吼，那个人就要倒霉了。人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啊？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影响我们。我最近听到一个有关镜子的传说，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对着镜子削苹果都没有断的话，就可以在镜子里面看到未来的另外一半哦。怎么样，有没有看到我？看到鬼啦，看到你。啊，钱啊，睡不着。出门了，赶时间，拜拜。刘川，对不起，
我不小心在公车上睡过头，坐过站了，现在在公车总站附近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怎么都没有人啊，连半台车都没有。要是可以随便拦人就好了。不对，还是不要看到任何人好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刘春。我找到土地公庙了，我在这里等你，你赶快来哦。我到了，你在哪？我怎么没看到你？你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刘川，刘川，你在哪啊？刘川，我一直在土地公庙这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你啊。你待在原地不要动。根据这些日期，我们找到一些社会新闻事件。少女梦游林奇失踪，反派集体在少区镇失踪，法国蜜蜂大规模集体失踪，人失踪，昆虫也失踪，爷爷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。咦，我的红色外套不见了。有一个红衣小女孩啊，往那个人来形容出现在人脚车跟后边哦，讲后面就破冰，啊，就一定出大事。
天我一直跑啊？原来是你，我快要吓死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在这里啊。我以为我遇到红衣小女孩了，我以为我们在异次元空间里面，马上就会无辜消失，然后你再也找不到我了。好、啊，穿红衣服的是我。叫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那你怎么会找不到我？先坐下。这里有两间土地公庙，算我们一人跑到一间了。好了，没事啦，跑到流汗了。现在鬼月到了，然后我又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不觉得这个跟鬼月有关。要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，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，从西边落下，也很不可思议啊。太阳、月亮和地球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所以我们地球上面才会有水，让生物得以延续生命。你有想过吧？这需要多复杂的运算才有可能产生几千亿分之一几率的神迹。嗯，这些我们赖以为生的奇迹每天都在发生，只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已。嗯，对耶。像今天是满月啊，我们能够每天在地球上看着月亮的变化，也很不可思议。知道吗？就像月亮影响海洋的潮汐，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有70%是水，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也都受到月亮圆缺的牵引，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潮汐。那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？很多啊，像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心理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大自然的影响，进而做出和平常不一样的事情。只是有时候当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，就会把它解读成神秘事件。这些数字指的就是超级月亮会发生的日子。
早干遐水，啊，但遐衫拢穿甲安尼起毛球，啊，这清水敢袂看你了啦？什么我的出手出脚，我即马若出好吼，我搁照迄彩虹的颜色安尼，迄、那个红灯、红灯、绿灯，哎，黄灯柱安尼，安尼甲摆甲好势好势。嗯，好势好势。上次你出好之后，也不知道塞到哪里去，还好人为拿给我，塞成那样子，皱成那样怎么穿呢、啊？今嘛吼，会用替查某囝仔做些代志，感觉真幸福。阿爸唔当迄个机会无？嗯，你怎么啦？本来就是啊，你看咱咧宝贝查某囝仔自细汉，逐项拢嘛我咧甲教，穿鞋啦、绑鞋带啦，啊连行路我都安尼甲牵，啊用汤匙啊嘛是，连游泳嘛是我甲伊教的啊。嗯，叔叔。不对哦，嘉安的游泳好像是我教的。那你是干啥？伊三岁我就教伊游泳啊啦，啊了伊都无个游我都袂记，啊十二岁你才就教他的啦。啊骑脚踏车啦，啊用迄电锅嘛是我甲教。嗯，电锅好像也是我教的。干嘛呢？哎呀，哪奇怪？那你是干啥？伊五岁我就甲教啦，啊有去烫着啦。阿妹啊，我都唔敢冒用啦。哎，是谁教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啊，你想要啥？当然重要啊！我是林嘉恩的爸爸呢，伊是我宝贝查某囝呢。他的成长过程，大寒冬中我甲伊教。哎，若学会晓，我都替伊欢喜。你看我怎学一年转哦，遐大汉啊，会谈情说爱啊。这些有不赖以为生的奇迹，每天都在发生，只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已。爸，啊，你自己想到的哦，阿是安尼出去一下下就想到我。嗯，我看你敢是想要问我讲。今日的穿梭阴阳界应该到位的。林嘉恩，我有看哦，你不用抱我就可以跟你讲内容。才不用，我问我爸就好。以后每一集我都要跟爸一起看。嗯，啊，唔多我叫你黑家就变咯。才不会了。哦。Tracy， 哎 ，Tracy， 哎 ，Tracy， 等一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怎么了吗？我来是要问你，为什么你做事这么不坚持啊？啊？坚持什么事啊？道歉只扣99通，第100通为什么就是不打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打几通了，原来你有在数啊，看来你还是很在乎我嘛。那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为什么你没有坚持到100通？说，为什么不回我电话？那是因为 ，Tracy， 你
我想告诉你，这次我真是喂。感觉拖拖拉拉的，算什么男人啊？空机坏了就要修啊，会换新的。我拒绝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拒绝女生也是一种艺术。也很庆幸我还没有换新的空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在乎我。谁在乎你啊？片刻的瞬间，天空云飘荡在不安的心头，冷战的结果，过好久感觉到不祥的念头。是谁伤了心？是你。走到这一步，仍有一丝丝不愿意放手。老板，我要护背这张。可是这个护背之后就不能用了。没关系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用到它。谢谢。他就是我们的精神指标，我们要向他看齐。敬礼。他都没用了，还要把他挂着跟他敬礼哦？敬礼，快！李斌，哎，这几天我想了一轮，关于创业。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不会吧？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省的，就是运送费了。既然如此，以后就由我一个人卖 CD player， 负责所有的进货、合约还有行销。你们两个改做物流，我们对等合作。什么是物流？望文生义，物流，物品流动。啊，就是货运呐，不就送货嘛？讲白话一点不行吗？对，这样我们的总成本就可以压低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与其给别人赚，还不如我们自己赚。就好像我阿公都请我借工合作运送锦鲤，省下来的保险费可以降低开销，增加市场的竞争力。这就是你爸说的啊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听你爸的话？他的建议好，我当然要听啊，但我不会花他的钱哦。反正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力量，创我们的业，做给他看。
你在干嘛？你看，有狗屎哎！难怪嬷嬷一直叫。我就知道一定是有人恶作剧的嘛。嬷嬷，你真的是贪吃鬼！哎，过来。来，小菊。这本书也是你爷爷留给你的线索啊。我想是吧。那有发现什么吗？这应该就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密码表。密码表？那我们来试试看。A black hat。这些数字应该要把它演绎成文字才对。试试看啊。1972-1120。1972-1120。B。1974-1108。Why？Why？1975-0226。A。1990-1202。2010-0130。干嘛？没有吃的了啦。2011-0319。这里 G。找到相关的资料，这边都没有看到。哎，刘川，看一下这个。相传太古时候，太阳太过炙热，使农作物不能生长。于是泰雅族人派了一名勇士，背着一个婴儿，前往遥远的太阳之地射日。路途非常遥远，抵达时勇士已经老了，婴儿却长成了少年。少年便继承了老勇士的任务，把太阳射成两半，其中一半的太阳变成月亮，也就是白 ，Bibasing。其中一半月亮 ，Bibasing。还是你爷爷想说的是？他就是那个勇士，然后你是他背着的婴儿，
要继承他留下来的任务。如果是这么说的话，我爷爷也没有跟我说任务是什么。你再仔细想想，你跟你爷爷相处时候的回忆，也许他没有明说，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留下什么相关的线索。你记得以前我们聊过偶像是什么吗？记得啊，你说你的偶像是带给你重要影响的人。你就是在说你爷爷啊？就是我爷爷。我爷爷是一个很正直、很敦厚的人。我是爷爷从小带长大的，是他带我认识这个世界。虽然我十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，不过很多看事情的角度都是来自于他的影响。长大了，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没办法决定，都会想，如果他还在，他会怎么做？你一定很想念他吧？以前啊，不管我做什么，我爷爷都会支持我。只有一次我让他失望，就小时候我把零用钱拿去买零食，就跟他说我拿去买作业本。爷爷没有拆穿我，也没有骂我，只是很失望的一直看着我。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他看着我的那个表情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决定我再也不要骗他了。你爷爷对你的爱，应该就是最好的教育了吧？嗯。我在想啊，我觉得你爷爷一定是一个很温柔的人。而且，我好像也知道，你的温柔是从哪里来的。喝茶，喝茶。这件事情真的不能说。哎呦，栽了一点高代。妈，嗯，你在笑什么啊？哎呀呗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礼拜六8月23号是你爸爸的50大寿了，我们想要给他一个惊人的整人计划。真的吗？这主意太棒了。不能那么大声，等一下给你爸爸听到。喜公，有什么好让你爸爸吓一跳的？爸哦，他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连看那个穿梭阴阳界他都自己一个人看。嗯，谁说的？你爸最怕你交了男朋友以后不理他，他整天都在吃醋呢。我哪有？嗯，你每次哦穿得漂漂亮亮的出门跟刘川约会，他就在你的背后看好久好久。哎，真的？那当然啦。知道他这么在意。你爸爸都没有对我那么吃醋。妈，这样也好，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。他可以娶别人家女儿，那别人就不可以娶我们家女儿了。你在讲什么？哦，对，我们可以骗他说嘉恩要跟她男朋友结婚了啊！这样太过分了，让你爸爸惊一个心脏掉去哇！对对对对啊，搞不好他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哇，他整个心脏会停止跳动啊！啊，不行不行，可以吗？他像啊，像心脏会停止跳动。把你坐来，来这边坐，这边坐。是呢，是像吧？是。无啦，你讲阿翔啦。阿翔心中都不好啊，去年寒流来的时候你未记，心中险叫惊去啊。
身体真的要保重。丢了丢了，这个身体健康最重要了哈。是咱这双皮啊，不听伊在讲。啊？在干嘛呢？对啦。啊，这得要多运动嘛。你像我拢做外单工啊，来，我甲你卡顶起来，恁起来。啊，无啦，阮免。来，起来啦！啊，较食运动未啦？正手向天，倒手向地，安尼。呵，啊！除了这步，还是步蛤蟆功。啊对哦，我拄仔讲要出去讲讲话，煞袂记啊！我你等下子，我来讲话，稍等一下，来。因就是安尼啊，拢无爱运动啦。来，咱这家伙身体够好，蛤蟆功就。我先去厨房忙，你叫嘉恩啊。哦，对对，你还有这主持人有上好来。就打在头上。我去找人外号吧。你写什么？我写，我希望永远跟嘉恩在一起。那你写什么？我写，我希望能永远和刘川在一起。我们写一样的。嘉恩，我希望有一天，你可以知道，我喜欢你，非常非常喜欢你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没有说话啊。你说你喜欢我，我有听错吗？我有说出来啊。有啊。郑仁伟，我把你当哥哥，当好朋友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就等于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情。我很珍惜跟你这段关系耶。你这样喜欢我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你啊。嘉恩，没关系，马上我们就要一起出国了。嘉恩，嘉恩，不是这样吗？你不要不理我，嘉恩，不要，嘉恩，不要，不要走，嘉恩，嘉恩，不要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，不要走，不要，不要走，不要。不要走！不，林佳，我在做梦啊。对啊。啊，我刚有说什么吗？你一直说不要走，是要走去哪？谁要走啊？你是不是卡在压力太大了？最近生意还好吗？还不错。我请 Jacky 跟阿迪来承包外送，我就可以专心的进货跟销售。第一批货我已经卖掉了90%，就等他们帮我收回货款。那就好。哎，要是资金周转不过来，我存了零用钱可以借你。林佳恩，看一下后面电脑旁边那一张是什么。这是什么啊？我爸给我的空白支票，我都拿去互备了，怎么可能还拿你的钱？空白支票你互备，太夸张了吧？反正我怎么样都不会用他的钱。你跟你爸真的很像同级相斥，脾气都这么硬。大概吧。为什么同级会相斥呢？明明彼此相爱，却没办法好好相处。白雪是什么样子的人呢？基本上，某种程度我们蛮像的，很多地方我们都能相辅相成。但就像正极遇到正极，并不会互相吸引。那你觉得我们是同级的人吗？
是啊，我们脾气都很像，笑起来也很夸张，有话也都直说啊。还有一急就生气。那你觉得同级的人真的不会相爱吗？你不要会错意，我是在说我跟我爸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在说我们。你想太多了啦。刚刚有这么一瞬间，我真的快被你吓死。佳恩啊，啊楼下有人要点餐，你落落来斗三工。哦，下来了。我喜欢吃宫保鸡丁啊！我喜欢把最好吃的留到最后。我小时候也是哎，人文还以为我不喜欢吃，把它抢走。后来我学会了，好吃的先吃，及时行乐嘛。你不吃宫保鸡丁的话，我要拿走喽。我要吃喽，我真的要吃喽！啊！比起宫保鸡丁，我更喜欢你。你想吃就吃啊！你这么偏心，我怎么好意思吃啦、啊？嗯，我每人一半。那我问你，哦，对了。我昨天回家一直在想，你爷爷有没有写日记之类的？也许会有更多关于比亚庆的线索。我在我爷爷的书房里面没有看到日记，但书房里面的东西我爸动过，我回去再问问他。嗯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，我衣柜里面的红色衣服都不见了，把我吓个半死，就是被我爸拿去除毛球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不要笑我啊！我知道以后很感动哎，好像谈恋爱之后，我爸变得很失落。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谈了恋爱，忽略他们？你既然这样想，那你就有空的时候记得要多陪陪他们啊。你也是啊。不一样。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啊，而且他也不会像你爸有那种情绪。也许只是他没有说，他只在乎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对未来的选举有没有帮助。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我爸妈要来台北工作，把我留在屏东，我也曾经以为他们是不是把工作看得比我还要重要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辛苦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过更好的生活。我很愧疚，还写信给他们道歉。也许你爸的出发点也是一样。那只是我的想法啦，每天跟你爸相处的人是你，当然你最清楚。你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女生。你说的没错，
我和我爸确实需要沟通，我们的聊天永远都只有指令和交易，但我会听你的，试着改变看看。那就好，我想你爸感受到后，我相信他一定也会不一样的。啊，对了，这周末是我爸50岁大寿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惊喜，要不要一起来？什么惊喜？好吃吗？哇，好好吃哦！你要试看我口味。我跟你说，这家超有名的老店。嗯，好香哦，它草莓。嗯，你为什么突然要请我吃饼啊？好几天没有看到你啦。暑假比开学还忙哎，请你吃冰见见你吗？这么好，谢啦。白雪，嗯，你睡觉常做梦吗？还好哎，怎么了？我昨天做了一个超级恐怖的梦。啊？我梦见我跟林佳恩告白，结果林佳恩生气了。说我破坏了我们之间单纯的友谊，丢下我就跟流川跑了。哇，已经到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地步嘞。对啊，哎，这个噩梦让我心情不好一整天。我了解，你现在一定很想对着天空问老天爷，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大喊，为什么他爱的不是我，好痛。你这样是有一点夸张啦，但是你真的完全说中我。我现在真的很想要跟他讲，干脆给我一个痛快，不然我这样每天很煎熬。当然可以啊，只是你做好心理准备吗？什么准备？做好连朋友都当不成的准备。哈？有些女生会想比较多事情，当原本的友谊开始变质以后，要怎么样去重新定义这样的关系呢？如果连她自己都想不出来，很有可能在拒绝爱情之后，连朋友都当不成。那就跟我的梦一样。嗯。那我只能够无限期的忍下去了。现在你需要等待，但也不至于到无限期啦。你现在需要时间去冲淡你的爱，也冲散你的痛苦。但或许有一天，就会有一个新的他出现啦。虽然在茫茫人海中，要找到一个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的人真的很困难。但是我相信，有一天那个他一定会出现的。希望会有。不然我这辈子没有幸福了。一定可以的啦，不要担心，你加油我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心情好多了。加油加油。白雪，嗯，我想要跟你说，有你这个朋友真好。什么 ？Jacky 啦，阿迪跟 Jacky 现在是我的生意伙伴。哇，应该是好消息。加油！你家好吃吗？嗯，还不错。算快一点啊！六位，10800，10800，对啊，运气这么好。嗯，大哥，钱要拿去银行还哦，不要再拿去投资了。对，我有一个更棒的 idea。不会吧？就这样决定了，再联络。大哥又有什么 idea？ 我们等着死吧。
吧？来这边怎么会吃豆皮寿司啊？来这边就是要吃生鲜的。这家在台北很有名，我赚了一大笔钱，第一个就是想到请你们吃饭。哎爸，来来，吃这个吃这个，这个招牌。哎，这一盘才两碟尔呢，要卖一百多，这我吃不落了。哎，这是恁店的友好的家啦。没啊。啊，这给你这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爸，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豆皮寿司的吗？我们家那边的不太好吃的，啊，所以我特别要吃看台北的好不好吃的，爸不。不然，爸，这个这也新鲜的。要吃我自己拿啦，哎呦！哇，你怎么越拿越便宜啊？儿子，你到底是赚多少钱了？怎么这么大方？我光今天就赚了10000多块，想说好好的回报你们一下。不过啊，会赚钱也要会存钱。要跟你爸爸年轻的时候，卖了鱼以后呢，会留一点啊当私房钱。你是好阿妹，卖光对我家来哦。好了，破坏形象你。好了，卖给你破坏形象，来，这鱼要好吃的，来。阿兰，好吃不？好吃。爸妈，等我下一次赚钱。请你们去吃西餐厅哦。我好像留，这你讲的哦。讲的，你不要给我等太久。没问题，爸。能够被你相信，感觉是蛮棒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妈，来，可以。哇，爸，吃点。爸，有事啊？没事啊，没事。哦。两位啊，我看你那个电脑卖东西很方便哦。爸，你想知道？来，我教你。来，来，坐。这个哦，就是我在网络上面卖的东西 ，CD 随身听。啊，这里就是很多的买家，他会在这里留言。你往下看，这些都是他的留言。你是说你在台北？啊，这样就可以卖东西给屏东的人？对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在网络上面申请一个账号，要把要卖的东西先拍照、扫描，放进电脑里面，然后呢再放上网络。嗯，这样呢大家都可以看到。嗯，你看啊，下面这边啊再加上一些精彩的文案，宣传一下，这样就可以在 BBS 上面招揽客人。但是这种跟他凶呢。没有看到实际的东西，这样客人敢买吗？原则上呢，如果商品坏掉的话，都可以退换，但这要看哦卖家的诚信。如果卖出口碑，大家口耳相传，就可以招揽越来越多的客人。嗯，很方便的哦。嗯，你把东西放到网络上，市场就变这么大。对，爸，你抓到重点了。也算修改。没问题，爸，我先帮你申请个账号。哦。爸，挑一个名字。你是不是恁爸的名哦？就大尾啊，你就好啊，你。要用英文的。哎呦，我台湾人当那么久，我不会学个英文名啦。就郑大伟就好了啊。那就规定要用英文的嘛。英文我都跟他知 ABC，
我合作 A B C 哦。那有人叫做 A B C 啦，我帮你想，就叫 Debbie。哦，是真麻烦，你也是。那有迄个囡仔，你甲大人好命的啦。哎呀，不管不管啦，就叫 Debbie 啦，这个很好。家这个儿子啊，越来越像他爸爸年轻的时候了。刚才啊，说要帮他爸爸取个英文名字，叫什么 David， 把我给笑死了。David， 大卫，很合呢。我也觉得很合啊。哎呀，可是我们家那老头啊，就觉得干嘛取个英文名字啊？哎呀，反正啊，总要摆个爸爸的架子嘛。人伟来台北之后，这几天我发觉他开窍了，能跟他爸爸沟通了。你看。现在肚子割好了，小孩子长大真的很快。江安出生了，我都觉得像昨天的事情一样。没想到最近他竟然跟我说想要出国留学。哎，那时候我一定很想念他。妈，做父母，我想学习的最重要的课程应该是要懂得放手。妈，我才不会放手哎，我会永远牵着你的。而且就算我出国，也还是可以每天打电话。哦，你看，还是女儿比较贴心吧。我们家那个人伟啊，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，都是我打给他。儿子也有儿子的好啊，最起码你不用担心啊。就，怎么会不担心呢？你看他现在有几岁了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阿姨，人伟之前是有喜欢的女生啊，只是现在好像比较淡掉。哎，我那儿子啊，我太了解他了。如果那段感情淡了，就表示啊，他心里面又有别人了。嗯，哦对，佳安啊，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？不知道。以前人伟只要喜欢人啊，都会写在脸上，疯疯癫癫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变得好安静。是哦。哎呀，孩子大了，我们这些老年人啊，也不懂年轻人在想什么。喂，好，阿姨，你的电话哦，哎，谢谢啊。喂，嘿，上，你要破冰？人大个，较常去佚佗去啦。啊，这样的，这样的啦。啊，太水啦。啊，无当老来，还做生意。三八兄弟啊，食到这个有做无做，迄拢不要紧。身体健康上好紧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那你两下好无？就是咧，开运动去个。都不管是马英利啊，卡门啊，卡连路飞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悄悄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你啦，你手机啊。我有手机了。但是你甲我听清楚，这个手机啊吼，唔是要互你来甲别人开讲开讲微博啊。这手机有当时我电脑若无遐时，要卡问你，啊你啊随甲我接有听无？好，爸，谢谢。我有手机啊！手机啊，真的快一下，快一下！你当超像一个生意人的啦！我听见，爸，谢谢。别客气啦。我这两个不要紧，刚才朋友要我就不要紧。爸，你教我降低成本的生意，我已经学会了。为了表示我的认真，我去印了名片。哎，相对你这店名哦，我给你做一个建议。郑仁伟，用这都真好啊。用你家己的名，佫会当拍你家己的知名度，我予人佫有一个信任感，店才袂叫倒。人为电子商品，对不？袂歹呢，爸。哎，无共款哦。哇，那啦吼，爸爸讲的话听你听。爸。以后家里有什么事，我生意有什么事，都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可以过去帮忙。嗯，嘿，大妹啊，
我若看恁爸仔囝安尼愈冤感情愈好吼，我就替你欢喜啦。啊，我早都甲你讲，这个生理囝好好甲栽培就对啦。哎，叔叔，我没有要接班哦，我只是要帮忙，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，干那唔知外敖的啊。给你走自己的路啦，但是鞋也要过。刘伟啊，功课也要顾，但是赶快找个女朋友，最好找个跟佳恩一样，又漂亮啊，又乖巧。阿姨，妈，好啦好啦，这位也行啦。好，来行嘞。好好好，顺行。不好意思，下午的工作就麻烦你了。放心，这里交给我。今天穿得特别帅，约会哦？没有啦，我女朋友爸爸生日，所以才特别请假的。见一个不大人哦，但是该讲究一下，这是场硬仗哦，加油加油！谢啦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好了，就那边那桌的。对，那桌的。老婆，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？8月23。对吧？啊。没有。今天是8月23呐。啊，你看天气那么好啊，你讨厌你妹哦。你有感觉需要安怎庆祝些？庆祝什么？你说823炮战，啊，你又没打过。我咧讲哦。3月23是妈祖生，啊8月23吼，我伫咧无闲啦。到。哪位啊？哎，叔叔。你无闲？哎。迄个阮家恩吼，伫恁头住较济，啊每年这个823节庆，你有发觉伊有啥物特殊的举动？8月23号，暑假嘛，暑假我不常跟家人在一起。你要开学啦？给我一杯啊！你啉袂晓，家己泡。叔叔，泡茶哦，我也要喝。收到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哪有啦？哪没有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们才不会忘。生日快乐！我就想，我吃到50岁啊，搁互恁家放袂起啊嘛。你还嘴硬，人家大会要帮你过大寿哦，你还说不要，结果躲在那边偷偷的伤心。我哪有在伤心？好了，爸，赶快催大叔许愿，你可以许3个愿望。不免啦，许一个就好了。什么？我希望。跟我女儿交往的那个对象，那个男人啊，能够像我这个做爸爸的爱我女儿一样，一直爱她。
阿贝，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得上你对家恩的爱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努力追上你的。当然，老爸对查某囝爱那是无得比的啦，但是你们这个年轻人哦就不一样，可以调整的，对不？比如讲，我给我女儿很大的空间呐，啊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啊，啊，我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啊，安尼你敢做会到？爸爸记得跟你的约定啊，大学四年绝对让你自由做自己。那既然考上了，你要不要今年夏天就到阿晴他爸爸的律师事务所去实习一下？我自己有计划，不需要麻烦阿晴他爸。哦，什么计划？爸，我还有一年的自由。啊，你们讲。哎呦，过生日开心的事干嘛讲这些啊？哇，这要成功大先的啊！关于阿北的问题，我一定会努力。我，啊，那努力那就算勉强啊。叔叔，刘川讲话比较保守，他说努力就是 OK 的意思。哦，我知道刘川是很优秀了。但是优秀的人哦也有缺点呐，伊家己本身哦，自主性较强，啊，所以呢，甲伊做伙的人哦，会比较自卑，啊，比较想要依赖他啦。啊，我就惊讲，阮家阿爸唔知变哪样样未？我懂阿伯的意思。我最喜欢家人的地方，就是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您的期望。哦，这是跟你讲的哦，啊，你弄啥的哈？好，吹蜡烛。来来，哇！切蛋糕，切蛋糕，来来来来来。来，先把蜡烛拿起来，拿你要吃带快一点的吧。啊，青菜啦。本来想整一下老爸的，没想到反被整。果然姜是老的辣。不过这也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事啊。我们交往很自由啊，我也没有被你牵着鼻子走。我爸虽然担心，还是很关心我的。你也很信任我啊。但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放心，我会很独立的。对，你就是太独立了。之前还逞强说不需要我这个家教，演唱会找来宾也说自己一个人来就好，我遇到都不需要我了。哪有，我可以很独立，但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最开心的。我也是。你们家今天生意很好啊，你要不要赶快进去帮忙？不要。我下次打给你。
爸。哎，怎么了？可以谈谈吗？可以啊。我知道你希望我坚守政治事业，我也接受这是我的命运，所以我们才有四年的自由约定。但是我有可能选择自己的人生吗？好啊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想要怎么样的人生？我想当人权律师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当立法委员也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当律师是为了正义在奋斗，我也因此可以获得更多成就感。立法委员会帮助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成就感，而且也是为正义奋斗啊。爸，我不认识其他的政治人物，但我从你身上看不到成就感，也感觉不出来为正义在奋斗。我只知道你牺牲了家庭，只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。儿子，我有我的现实考量。等你将来步入社会，经过历练以后，你就会知道这个社会的运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突然间找我谈这个事情，是因为林江安那个女孩子吧？没有她，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啊。你一直说我牺牲了家庭，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家庭有问题啊。如果我们家真的有问题，你会这么优秀吗？你说我优秀，我却因为这个家感到很悲哀。好，我们先不谈这个。既然还有一年的时间，那你就再想想看吧。现在你被爱情冲昏头了，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。如果你们真的交往超过一年，你再来找我谈好了。春霞，我问你哦，你跟阿庆的交往期限快到了，你有想到要叫他做什么吗？什么都没想到，而且这也不是重点。你怎么叹气啊？我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啊。那130天之后，你舍得分手吗？Tracy，当然喽，我怎么可能自打嘴巴？可是阿庆他舍得让你走吗？舍不舍得，应该由我决定吧。我现在就去打给他。喂 ，Tracy 啊，你找我？阿庆，明天要到了。我知道啊，今天过完，明天不就到了吗？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明天我不知道，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反正我只知道
要把每个今天过好就好。你不要再嘻嘻哈哈的，明天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你还好吗？我不想说，我也不会说。才是真正的你吗？哎，今天打得这么暴躁啊，是吧？心情不好，还是跟家人吵架了？没有心情开玩笑了，欲求不满。哎，刘川，你上次要我找有关泰雅族表亲的事，我查到泰雅族一些歌谣，你们看一下。好。月亮和水牛。我记得你爷爷说过，宝物是通往自由的意思，所以我在想，你爷爷知道你在这样家庭环境下长大，一定很难摆脱不自由的宿命。所以才会特别说通往自由。那最重要的关键就是，柳川，你最不自由的是什么？我的未来吧。所以你爷爷的宝藏会让你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？有趣哦。如果是这样就好了。其实现在根本就还没有头绪。如果未来有需要的话，你们会愿意陪我找宝藏吗？那当然啊，这是我的兴趣，而且以我对考古的专业知识，我可以在宝藏出土的第一时间帮你鉴定，而可以保存宝物的最佳状况。刘川，做兄弟的一定挺你，但你也知道，最近状况很糟，确实弄得我整个脑袋都很混乱，有点招架不住。你们不是有那个130天的约定快到了，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也没什么打算啊，但就是有一种死刑犯等着被判刑的感觉。你是爷爸爸？为了家恩，我会努力争取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。但是我不希望你为着阮家恩哦，啊，跟恁爸爸拍坏感情啦。我看安怎讲吼，感情是可以选择。啊，亲情是一辈子的。我一点都不喜欢暧昧。我以为我们已经算……对我来说，暧昧是不够的。我找到碧雅琴了。碧雅静，除了是代表月亮的意思，碧雅琴同时也是一个泰雅族部落的名字。我想这里一定跟宝藏有关系。这次我们要找的是一个未知的宝藏。我爷爷好像是想告诉我，如果找到那个宝藏，就可以真正的通往自由。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次的冒险吧。珍惜太想继续太在意我们的这份默契，情愿现在这样留在原地。可是我的 Lady 为什么不休息？是沉默让我犯了过敏，懦弱酸了眼睛，可是我浓浓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，不言又不语，不理也不依，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。我只能明明爱你，却要骗自己，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。